本集影片由 TRGP 赞助播出。今年的10月29日至31日，在南投埔里将举办一场盛大的植物盛会，现场将出现上万株精品美植可选购哦，还有紧张刺激的植物选美比赛，开放任何人报名参加，总奖金高达17万，等你来拿哦！8月底前购买本次展会的早鸟票，还可以参加超破百的抽奖活动哟！这么棒的活动就在南投埔里，一定要来参加哦！OK， 各位，大家有看到这个太阳吗？哦，真的是非常的热啊！我们在大同区的兰州街，我们来了一间店，很知名，叫植物勇者。那它有一间咖啡店叫做建成兰，隐身在这样子的小巷弄内。我在树荫下拍给大家看，这里门口超级多鹿角蕨，超漂亮的。马上带大家进来看看 ，Go！ 它门口超多宝物的，这应该是绿色天堂，然后好多大颗鹿角蕨。这是秋海棠吗？好美的颜色。然后这是观音莲，我只知道它是观音莲。龟背玉，哇，门口就超漂亮了。左边这边也都是宝贝，哇，好漂亮哦！桔梗，哇，它门口就超级好拍了。这里还有一个沙发，就是完美区。对，这里有它的宠物鹦鹉。这应该是熊猫竹芋吧？对对对，对，然后这个叫不出名字。我本来进来的时候很兴奋的，但是里面气氛太好了，一进来自己就瞬间安静。真的好像 fresh 了。对对对对。
蛮大一个的。很大。很大哎、欸。看一下里面剖面如何？哦，扎实。超扎实的，刚刚切的时候。扎实的蛋糕。来啊！太大口了啦！啊！好吃吗？嗯，是我喜欢的柠檬糖霜。太大口了，你切小一点。我知道，我要再对齐。嗯，很好吃。嗯，我觉得糖霜也好厚。如果高雄有这种店，我应该会每年去。太具有了啦，这么漂亮，你看后面。被植物围绕的感觉，然后喝着下午茶，好趣哦。想先看啊，虽然这支影片上架的时候水美园一定是结束了，但是还是跟大家讲一下，这是新的 A 店，对，这是杰克林植物勇者出的，非常漂亮。哇，又是一次超棒的下午茶时光，这间已经被我们标注为来台北必来的店，真的咖啡好喝，甜点好吃，然后又有满满的植物。对啊，站在那个植物海里喝着下午茶，这种感觉多棒啊！真的，然后冷气又凉，音乐又好听。
老板人又 nice， 根本不想走。真的，又不小心混了一个下午。真的，本来还要去别的地方的，然后回过神来发现这时间根本就不够啦。是啊，只好改变一下计划咯。那我们接下来有机会的话，还会开箱越来越多的植物店。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不要忘记帮我们按个赞、分享。如果喜欢我们的那个动态的话，要记得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， 会有最新的动态哟。羞耻的限动都在那里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